赵倩，你怎么来了？打了几下，疼不疼？哎，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你相公身体结实着呢，而且他是我娘，能怎么打我呀？赵小倩，你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我身体结实着呢。哎，对了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解决了吗？县衙不过，此案移交到州府，便是严大人手里了。真的？那真是太好了。那是，该是我苏家未来女婿发光发热的时候了，是不是？你胡说些什么呢？哎哎哎，疼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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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疼
老太太，慢点儿。没事。哎，台阶儿。哎。娘，你这身子骨刚健好，别叫冷风带着了。哎，其实啊，这祈雪仪式，您在屋里听也是一样的。不打紧。我喜欢热闹，跟你们大家在一起呀，我也高兴。华中啊，你小的时候最爱吃糖，嗯，张嘴，哎。怎么还哭上了呢？娘，我都多大岁数了？多大了也是娘的心头肉，掌中宝。那阿婆，你看祭坛上那个仙女是谁？那是我孙女儿，明姑。一晃啊，明姑都成大姑娘了。祭祀开始。王皇上天，赵灵下土，极地之灵，干将风雪，为吴江府苏卫尽皇天之护，勃勃之土，陈天之神，心甘风雪，树滋百物，若不润者，极安且宁，敬拜下土之灵。下雪了，
娘，下雪了。娘，真的下雪了。天降祥瑞，紫气东来，这是吉兆啊，娘。您的病啊，一定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您看，我们明姑还要嫁人，我们苏昌记啊，还要开好多间铺子，一切都在等您坐镇呢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好吧，这雪下的好啊，明年一年呢，咱们都会顺遂的。嗯。一切都会好起来。爷，你可真是铁树开花啊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待日后我跟明姑成亲了，我也要为她、为家人祈福。哎，老身此次来还带了王妃娘娘一个口信，这小小的苏昌记店铺该归谁，县衙是如何决断的，州府便也不该有二，想必此中厉害大人自是明白，不必老身再多说。我明白。既如此，老身便告辞了。王妃娘娘请放心，苏家一事已是板上钉钉，绝不会再有变数了。这还不够，汴都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娘娘放心，已收到密函，那谢氏的胞兄谢寻，就算他再意气用事，也断不敢用自家哥的前途性命作赌，这是谢寻的玉佩。